节目开始之前，要先订阅，还有按赞，按小铃铛，按小铃铛，按小铃铛，还有不要忘记按小铃铛。Let's go. Stop. 我遇到一只那个，不是遇到，或者是 Hawk 的。拖得打我已经和你要抓马车吗拖吧马车要不要去抓好了，我们刚才走了一下，发现其实也没有很多宝可梦，也没有很多 Pokestop， 有，对吧？有很多啊，可是没有，不是很多人在这里是吗？我们现在在公园里面吃我们的晚餐了。吃完过后呢，我们就要去抓宝可梦喽。宝可梦 ，Go。OK， 我们今天来到的是一个叫做阿曼美迪卡的公园，独立公园。今天我们就是继续来抓我们的宝可梦。离这里的 Pokestop 多吗？多。多啊。OK， 那我们往前走。啊？找到了没？你要不要开始聊了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那个别鸟，我在等住你。对啊。你按进去了没？好，我们按进去了。哇，这里很亮。啊，我们就进去打了。打蛮快的，说。因为这个比较可爱。哦，第一次就死掉。battle 一样了。我们现在在打 gym。打赢了，我们就可以放我们宝可梦出去嘛。对。然后我们要。哦，有一个。哦，哎，才一点点，就是一点点血。应该要打两次吧？还有一些好像蛮多的。我的卡比兽，快点出来！没有我的卡比兽，因为我要用卡比兽。呀，完成！啊，这个还有啊？啊，还有啊？三个一点点罢了。那我们还要打多一次喽？啊，这个更难！啊，不要死掉！哇，还有剩！啊，四个都是一样。耶、yeah, ！我们拿下这个金鸟，我就可以放我宝可梦了。哇，我的熊啊 ！OK， 好，完成。好了，往下一站走。这里。
就爬一个就好了。试试看，我在这里。你看，我要抓这只猴子，等我一下。啊！抓到了。抓吗？抓到吗？好，我们又要打，你进去了吗？进去了。进去了。我进去了，我想进去了。我们能赢吗？赢，可以赢。哦，这么快。因为我想进去。啊！赢了。然后等一下，我们又可以放两个松鼠。哦。Yes。是水，水要用电。啊，我没有拿到电。哦、你看我用这个。还有一个吗？这个水啊，这是 rock 啊，这是 rock。还有吧。那我一定可以打得赢，我一定要拿水嘛。我拿水。你看我有用水。哦，看看那里了，还有吗？这个卡比兽。这个会赢吗？这一定会赢，对，队长，我起来。我可以。不错吧？我可以赢了。因为我用水，这打得过耶，他比喻说要用水，哦，也是零。对。有一只。那是最后一只了吧？喂喂喂！哎呀，打赢了，所以我们又可以放宝可梦。OK。然后第三个的瑞卡乐的，去打瑞卡乐的。我们走吧。我们去打那个瑞卡乐的，瑞卡乐的一起去打。